没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，请唱诗350首。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，同心祷告。阿门，请坐。感谢主的带领哈，箴言我们总共有15节课，已经顺利进行了1/3，剩下5节，1/3，今天跟明天，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哈，让小弟能够照神的旨意，该说的能够说完。刚才为什么唱350首啊？我们先看这一首诗，请翻开赞美诗350首。这首诗的题目是"主比生命更宝贵"，主耶稣比生命更宝贵。那当然，这个生命可以指的肉体的生命呢，因为肉体是暂时的，我们灵魂才是永远的。那这个生命更指着我们要得生命的方法啊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得到主耶稣，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生命，要永远的生命，灵魂的得救。没有主耶稣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连门都没有，既没有门，也没有路可走，所以才说主比生命更宝贵。我想，箴言所说的真智慧，就是在指这个主耶稣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3节的歌词，我读一次，可能大家唱的时候没有仔细去思考思想，我现在读一次，我们再仔细想一下。第一节，主比生命更宝贵，我要靠近你身边。愿你宝血洗净我，使我永远永远进你前。副歌，每一天每一刻无时无刻的，愿主的大能彰显，愿主的爱所常常系联，跟谁系联？跟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更近更近。你身边，第二节，经过多变的世界，求主温柔温柔领我路，依靠耶稣无错误。其实我们真的是靠着主耶稣就没有问题的，不会落入任何的错误当中啊！我必永不永不走迷途啊，不会迷失的。一定是走到正路的了，副歌是一样的。每一天每一刻，愿主大全能彰显，彰显在谁的身上？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就能够胜过，真的就靠信心得胜世界。愿主爱所常系联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跟主的爱。那一条爱索有没有连上？主耶稣爱我们，我们爱主耶稣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哦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更近更近主的身边。第三节，所以第三节就讲爱的问题。我爱救主更坚定，真的吗？是更坚定还是更疏远呢？直到短促短促人生尽哦，盖棺论定了。等你死的一天，我真的爱我们的救主更坚定吗？还是已经爱世界更坚定去了？愿主慈爱满我心，进入光明光明天家庭。最后的目标就是天上的家，那才是真正我们的家。不是地面上的，
是真言最后的目标，哎，得永生啊，得尊荣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再看真言啊。其实真言的重点，它的目的，旧约还看不出来，我们今天回头看旧约，看真言，真的是一清二楚，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本末倒置，要抓住本。为了厘清这个问题，我们先请看马太福音。请看马太福音。23章。马太福音的23章。在24章之前，和主耶稣讲末日的兆头之前，主耶稣除了叹息耶路撒冷，为耶路撒冷哀哭之外，23章几乎1/4的篇幅都是在警戒人，警戒人效法法利赛人，不是不要像他们啊，如果像他们进不了天国，意思就是这样，警戒人不要效法法利赛人，你如果跟他们一样就糟了。那法利赛人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他出了什么问题哦？如果读23章读起来，你会觉得主耶稣很不客气哦，把法利赛人骂惨了。其实主耶稣爱他们，不是骂他就是不爱他，最主要骂他们就是因为爱他们，希望他们也能进天国，不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。所以主耶稣说得非常直接，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尊重法利赛的那种感觉。那主耶稣呢是直截了当的就讲明白了法利赛的问题在哪里啊。第一个喜欢当大，喜欢当老师啊，啊教别人却不教自己啊，啊只会说不会做。所以他们一个严重的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假冒为善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好，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好像一个杯子外面洗得非常干净，但是里面却充满了污秽，好像坟墓，粉饰的坟墓，坟墓外表整修得非常漂亮，里面装的却是死人的尸体，没有生命的价值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新约对旧约突破的重点，是借着主耶稣来的，主耶稣要把它改过来，重新的灵修做起，不只是重新做起哦，是从心灵的灵修做起哦。你那个新人如果没有重新改造哦，那个新人也是假的，要从内心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叫本末不要颠倒，不是吗？这里面有一部分在讲法利赛人把本跟末给颠倒了，比如说到底是祭坛比较重要还是祭坛上献的物比较重要呢？当然你会说，那当然祭坛比较重要啊，因为祭坛是本啊，那个祭坛上献的物是末啊。那法利赛人是讲颠倒的，他是讲你要看到那个祭坛上献的是什么东西哦，他却忘记了祭坛真正的用意在哪里啊，是不是？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要那个东西啊，所以他讲那个东西很重，但是把本祭坛本身的经意忘了，这叫本末颠倒。好，那另外一件事呢，比如说呢，法利赛人献1/10啊，10/10是重要的啦，因为马拉基书也讲啊，
这是最基本的啊，不要夺取神的物，这是神的东西。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但是那也是末，那不是本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呢，我们看23章23节，所谓假冒为善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律法上是这样规定，也应该这样去做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可是那律法上更重的是，那就是本啊，律法本身那个本啊，你忘了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这个是本啊，你们反倒不行，本跟末给颠倒了，你强调那个末，把本给忘了，这不是很糟糕吗？不是吗？所以主耶稣说呢，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我要讲这一句话哦，主耶稣这样讲，我们今天读真言哦，肉体的淫乱不可去犯，但是那更重的也不可去犯。更重的是什么？昨天的结论讲了一部分，什么叫做犯奸淫？拜偶像也是犯奸淫。什么叫拜偶像？爱世界就是拜偶像。那我们就自己成了淫妇了，不是吗？肉体虽然没有淫乱，属灵上在神的眼中看起来，我们已经是一个淫妇。我们被什么骗了？被那个世上的淫妇给骗了，让我们自己成了神眼中的淫妇，还不知道哦。这就是我们必须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它的层次提高这属灵的层面。那旧约的真言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作用，否则你会变成法利赛人哦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不是说肉体可以去犯奸淫，我只是强调不要因为我没有在肉体上犯奸淫，就忘记了自己在灵性上已经是一个淫妇了。我只是强调这一点，这样大家听懂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就继续来讲结论哈。昨天我们谈到啊，真言在讲淫论讲那么多啊，弄到最后。那到底他在讲什么？其实就是要逃避淫行。那什么叫做淫行？你从新约看哦，也就是逃避私欲啊。淫行只是私欲里面的一部分，它不是全部。那私欲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那些东西也包括在里面了，通通要逃避啊，是不是？那再引申一点，约翰一书更把逃避用在逃避偶像。约翰一书把逃避不放在淫行，他放在逃避偶像，哎，那偶像也要逃避啊。那什么叫做偶像？偶像就是指着世界，就是指着财力啊。那淫行跟财力，就贪财跟淫行是一致的，贪财为万恶之根。那淫万恶，也万恶也是以淫为首，两个都是第一的。那其实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，一体的两面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才说，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哦，爱这个世界就不会爱神哦。哎，那什么叫做爱世界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哈。13章，希伯来书13章，
你看第四节哈，他讲婚姻呐、啊，人人都当尊重，这是对的。床也不可污秽，这更是对的。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，这是绝对的。这个可以指着肉体啊，这可以指着肉体。在这一部这一节圣经来看，我们不能去犯。但是第五节哦，马上接着说，你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这在讲什么？钱财啊，你贪爱钱财就是拜偶像，其实跟犯奸淫是一样的，这也是死罪啊，不是吗？你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哦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没有撇下你呀、啊，也不会丢弃你呀、啊。为什么对主耶稣没有信心呢？为什么信主以后还要去贪爱这些世上的东西？这就是问题哦，这不是也是淫乱吗？所以前面是肉体，第五节是属灵的，两个是一样的，都不可以去犯。好，因此我们再看回来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啊，圣经要活读哈，不要死背啊，死背没有用，一定要活读，活出它的精义，不要死在字句上。我们看十二章，十二章的十四节哦，要我们啊拿以扫当做警戒了。哦，那以扫有什么警戒呢？我们从十五节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哎，要谨慎。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那个恩典就救赎的恩典，天国的福气，你会丢了。那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了。那毒根不是单单凌乱了，而毒根就包括所有的情欲都叫毒根啊，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包括骄傲在内，包括增进，包括嫉妒，真言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毒根啊，那个毒根就会跑出来哦。哎，因此叫众人污沾染污秽了。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这里不是讲淫乱吗？那淫乱可以指的肉体哦。那现在世界这个也很多啊，世界都是淫乱的，也就是指的肉体。但是世界不是只有这一部分，有贪婪世俗的，有没有？淫乱的有贪婪世俗的，又摆在一起了。好像刚才那个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一样，贪婪世俗的贪呐、啊，淫乱跟贪又摆在一起了。好像以扫，那、啊、我们就想以扫的故事啊，以扫不是行淫乱犯罪啊，以扫是因为一点点食物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你看以扫的故事，以扫丢掉长子的名分是因为犯奸淫吗？没有啊，他根本没有啊，你不要误以他以后你如果说他犯奸淫他抗议啊，我根本没有，你怎么跟我讲？但是他失去长子名分呢、啊、为什么？他讲很清楚啊，因一点食物哦，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食物哦。什么叫做一点点食物？就是一点点的世上的好处，一碗红豆汤，哎，世界上的名利权其实都是那一碗红豆汤，就是那一点点食物啊，你不要小看那个，没关系哦，吃下去没问题，吃下去就完了，长子的名分就没了，神的恩典就失去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能轻看吗？不能轻看，至少不能轻看，甚至于本末不要颠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所以再看雅各书，我是补充昨天要做的结论。再看雅各书第四章，
四章从一节读到六节哈，我来读，大家仔细看他在讲什么。雅各书的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好，第一句话问话哦，我先请问你们是指谁啊？雅各长老在讲你们是指谁啊？外邦人吗？还是信徒？是世界上吗？世界上不稀罕啊，世界上到处每天都在争战斗殴啊，这还要谈吗？从谁来还要谈吗？当然是从魔鬼的啊，世界本来就是魔鬼的，握在恶者手下吗？他就是这样，很正常，还要问吗？所以这个问题是针对教会，你们就是信徒，你今天信了主，教会中间怎么会有争战斗殴的事呢？所以这个就是疑问呢，不可能，怎么会产生呢？从哪里来？我请问从哪里来？从世界来的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好，从谁来？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。不是私欲又出来的吗？是不是全部都是从里面自己的私欲来的？不是从神来的，从世界来的，从私欲来的。这跟雅各书在讲那个地上来的智慧完全是相符合的东西哦。哎，第二节，你们贪恋，又贪又出现了。你没有贪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你们贪恋，还是得不着。所以祷告得不着，因为你错了嘛。你贪恋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哦，情欲的东西又出来了。嫉妒就会杀，就会斗啊，就会争啊，就会战啊，不是都出来的吗？也得不着。你就是用这一切，神不会喜悦的，你得不着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这个不求就求错了呢，不是你们不求，你求错的东西啊。所以第三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这是原因呢、啊、你不是求真智慧啊，你求那个世界上在追求的东西啊，求错了，所以得不着。后面再加上你们妄求，所以上下文来看，看，因为你们不求，哦，那个求要把整个念完，哦，有时候我们解释说呢，啊，那就是你不祷告了。那你会说，我常常祷告，但是为什么没用啊？不是吗？好像祷告也没用啊？不是，因为求的动机跟目的、方法全部都错了，那个叫做妄求。目标是什么？要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。宴乐就世界上在追求的东西哦。你所求的目的到最后就是世界上的东西。要在世上能够宴乐，享受一番啊。目标只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第四节就不去客气讲了，再读下去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他会问说，我都没有犯奸淫啊，为什么叫我是淫乱？小字淫乱的人叫你就是淫妇。你会说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有一个丈夫，只有一个太太，我从来没有去跟妓女发生关系，你怎么叫我淫妇呢？下面告诉你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这里的世俗就前面说的那个情欲跟世界上的，从世界上来鬼魔来的智慧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叫做世俗，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神来就从世界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圣灵的果子，就是肉体的情欲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个就叫淫妇了，不是吗？你这淫妇啊，淫乱的人啊。所以第五节又讲得更清楚哦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，你以为圣经在讲 空口说白话、啊、圣经都是有根据，不会空的，你找找看就是了，是不是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，谁跟谁恋爱？
谁会嫉妒谁？神。昨天结束的时候我讲要注意神的愤恨，愤恨在什么的事上？就在我们与世俗唯有这件事上，神非常在意，起了愤恨呢、啊。我爱你，你竟然爱世界，不是吗？主耶稣爱我们，我们转而爱世界去，不只爱世界，追求世界上的名利权，把世界上那些东西全部搬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非常的严重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所以箴言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才对，会对我们的灵性有真正的长进。那本抓住了，大概末也就比较简单了，本没有抓住，末可能很难解决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如果只一直在强调肉体不要犯奸淫，但是我们都偏向往世界跑，恐怕再怎么讲都非常困难。如果我们教孩子哦，教我们的小孩哦，你一直跟他讲哦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这个不可以犯，那个不可以犯哦，奸淫不可以犯哦，要怎么小心哦，他是对，但是问题是他出去就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我们教孩子的方向是让他往世界去努力哦，他世界去奔跑哦，然后再一直跟他讲说那你不要去犯哦，请问这个会有效吗？这是根本吗？不是，你要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活着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啊，你不能爱这个世界哦，让在生活上他走在主的道上，他爱耶稣比爱这世界更深，那这样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，已经得到满足了，他就不会去犯肉体上的淫乱。否则哦，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你看到教会里面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到处没有用啊，因为舍本逐末是不行的啦。所以我们的方向一定要对哦，如果带领教会的方向错误，把信徒都带到世界上去，让信徒都往世界上跑，一直在追，那我们一直讲不要沾染世界的污秽，可能吗？很难。那如果我们把世界上那个肉体的情欲，那些征求名利权的东西都带进了教会，我们要信徒说不要沾染世界的污秽，你想可能吗？哦，真的很难啊，很难啊。为什么？就像法利赛人嘛，本末已经颠倒了，把最重要的忘记了，是不是？那光求那十分之一哦，那没什么用，到最后都是假冒为善而已，我没骗你，都是假冒为善而已，很难真心，真的。好，好，所以你会看到箴言讲到最后，第一集讲到最后，他不讲淫妇，他讲愚妇。我们现在看回来哈，做一个结论哈。箴言第一章还有很多的，有些智慧的好处哈，提醒哈。相同的我就不再念了哈，都差不多了哈。我们现在看最后的结论，九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。九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哈，来，我请一位先来念哈，巧玲，来，请你念十三到十八节，其他的弟兄姐妹请仔细看啊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第十三节，愚昧的妇人喧嚷，她是愚蒙，一无所知。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，呼叫过路的，就是执行其道的人，说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
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这个就是第一集的后面的结论了。那妇人很重要，这里有两个妇人呢，不是吗？那淫妇，但是这里不讲淫妇，她叫愚昧的妇人啊。这个妇人不是只有行淫，很会传呐、啊。愚昧的妇人宣然就是智慧在宣喊叫，她也在宣然呢、啊。但是她宣然的是愚蒙，一无所知，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你懂吗？他一直在宣传，他也在宣讲，但是是一无所知啊，好像瞎子一样。所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的高处，这个跟智慧都一样哦。哦，高处的座位上，智慧在喊，他也喊啊，而且智慧在叫过路的人，他也在叫啊。啊，本来是执行其道的，他就告诉他了，啊，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我这里来。如果我们真的有智慧，不会跟他跑的啦，不是吗？就是半懂不懂的，哦，还自以为懂的，这叫愚昧。雅古尔的祷告里面有这样的警惕啊，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知道，是不是？那其实他真的就是不知道，哦，他就会转到哪里去了？然后他又会去对那些无知的人说，他也会传呢。十七节，传什么？一句话：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这句话哈，我这句话真的是很深奥啊，很难解释哦。哎，如果让你写哦，你可以写好多好多的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首先要了解偷、暗都是不对的，不是按照正道的。那旁门走道了，简单说，都是旁门走道的偷跟暗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偷会觉得甜呢？为什么暗的会觉得好吃呢？它的关键就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一个可能。就是，哎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刺激嘛，哈，按部就班哦，没什么兴趣哦。比如说我们聚会哦，聚会像这样子的聚会讲道哦，有时候觉得无聊嘛，哈，一点都不刺激啊。看要办看什么样比较刺激一点的嘛，哈，哦，所以现在的人坐着听到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啊，没有办法集中，真的。有的人说只有20分钟啊，所以有人建议说我们讲道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。我说这个谁最高兴？我最高兴了。那讲道不要超过40分钟，那我简单了，两三下就 OK 了，不是吗？哎，但是问题是这样对吗？哎，哦，现在很多教会是以活动出名的，吸引人啊，比如说呢。新潮派的哈，不是那个基要派的福音教会。福音教会有两种，基要派的就是比较古典的，比较遵照圣经的，保守的。那新福音派的，哎，新潮派的，哎，新潮派的这个他们也叫福音派了啊，福音教会哈，啊，人很多啊，尤其都是年轻人，哎，他的口号是什么呢？他口号。神是什么神呢？神是让我们快乐的神啊，所以大家尽量快乐吧，因为神是让我们快乐的、喜乐的啊。他把它弄错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办很多的派对啊，啊，什么游泳的啦，有什么的啦，然后里面是乱七八糟的，尤其是青年男女啊，乱七八糟，对，但是很吸引人呢、啊。他告诉你。耶稣就是让我们快乐的，快乐就好。刺激哦，很刺激，人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叫做偷啊。偷有刺激性，暗有神秘感，
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啊？偷有刺激啊，而且你都叫我吃哦，没什么，好像是当然的吃这个味道，我偷来的嘞，嘿，我好厉害，偷来的，是不是？暗就有一种神秘感啊，哎，不是吗？那咖啡厅哦，灯光暗暗的哦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暗也不错的哈，暗不会看得那么清楚嘛，像我这种人，皮肤又不好，灯光照亮，斑点都出来了，干嘛要那么亮？不是吧？这讲笑话了哈，是人就这种心态嘛，不是吗？哎，暗，陌生的，人的软弱就在这里显出来了。神不要这些东西，神要的是非常简单，所以生活简单，道理简单，做人简单，最好不要那么复杂嘛。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主耶稣来从门进来的，他说只有盗贼会爬墙进来的。他不喜欢从门进来那讲回到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啊，婚姻从神来的很简单啊，你就依靠神，交托神，看神怎样怎么安排。那人就不是啊，谈恋爱啊，谈个10年啊，这样比较刺激啊，才有味道啊，但是苦头在后面，不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愚顽的妇人告诉你的就是这一套。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其实不是啊，人却不知道。哎呦，有陷阱啊，那是叫你下地狱啊，是这样。所以有一条人以为正的路，其实是引到灭亡之路，要很简单，那个就叫做世界，是不是？所以世界里面会有假基督啊，会有假先知啊，会有异端出现的，哦，都是来自于这个问题。如果没有这个问题，应该是不会有的。哎，你说异端也是一样哦。哎，那神的道就很干净、很干脆、纯净的，他就选择这个不太好，他就一直研究研究。神观不是这样研究出来的吗？本来神就独一真神，就 OK 的。你还来一个观，观就是理论嘛。你想要研究神，来个神观，这不是给你的。那结果用人的头脑想来想去，400年弄出一个三位一体，不研究还好，一研究更糟糕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要加个观哦，观是人的学问，理论什么论什么观，这样才能当博士嘛，当做神学博士。那我们了解神需要神学博士吗？不需要，很简单啊，越简单越好，这个叫做偷啊，偷啊，是。所以什么叫偷来的？其实世界都是偷来的，我这样讲应该不过分，世界全部都是用偷来的。因为原本智慧就神的，人自作聪明搞出那么多的东西，越搞越糊涂，越搞越糟糕，我们骗你。人追求文明，追求知识，到最后不认识神，连教会基督教的神学院都主张没神，没有神迹。新的神学派是没有神的哦，新的犹太教也是没有神的哦。如果你去研究犹太教，他们只相信摩西律法，但是不信神啊，也不相信神迹哦。自作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，但是他们觉得很好啊。人的文明带给人就是不相信神，再过来人的文明带给人的就是灭亡。科技发达把人带到灭亡的路上，让人心更加险恶啊，做的恶更大。有好处吗？好处不能说都没有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网络机会，这是好处嘛？要不然我们连网络机会都没有啊。但是坏处比好处更大更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偷的绝对不好，
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东西，真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反向奔跑，而且绝对不能爱这个世界，小心渔夫在城中喧嚷，来吧，上钩吧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哦心机很重，其实他就喜欢这一套了。再讲坦白一点，如果心存诡诈，心机很重的人，他已经中了第十七劫的圈套了，他觉得这样很好玩啊，暗吃的水是甜的，嘿，吃暗吃的饼是好的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，就糟糕了。哦，我们就变成渔夫，甚至也就变成淫妇。好，现在看启示录。箴言最后是要做才德的妇人，谁是才德的妇人？我们每一位，包括弟兄哦。所以我要把不可懒惰，要殷勤，跟才德的妇人，我们最后一节讲，这是目标。那我们现在先看启示录，这里有两个妇人啊，淫妇、渔妇啊，这个都是啊，哦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才德的妇人。那启示录也有两个妇人，我们先讲不好的哈，不好的就是十七章开始。十七章开始啊，这里使徒约翰又看到一个异象，叫做大淫妇的异象。大淫妇，这是七晚当中哦，最后的末日受灾之前看的，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。哎，他说你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。什么叫做众水呢？我们看十七章的十五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坐在众水。什么叫众水？就是世界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指着全世界，那叫众水。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那这淫妇一定是跟魔鬼有关嘛，他绝对不是好的。不过他不是那个七头十脚的兽，哎，如果你看到那七头十脚的兽，一口就说这魔鬼，这魔鬼就赶鬼嘛，不是吗？那还好办哦。这淫妇，这个淫妇其实就是魔鬼的化身，所以魔鬼可以用硬的啊，也可以用软的啊，他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啊，让你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他坐在众水，就是这个世界上，他控制着这个世界，所以所有的君王都跟他行淫，那个行淫就是跟他发生关系，那个关系不是肉体的关系的，是在罪恶上的关系啊，罪恶上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哈。他额头上明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他也是母亲啊，教会是母亲，他也是母亲，但是他教的跟教会教的不一样，懂吗？他也是母亲啊，不是吗？好，我现在重点简单说第六节，我不是要详细讲这个东西哈，我们没时间，我在讲第六节，跟我们什么关系？第六节，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和耶稣作见证人的人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稀奇。如果我今天看，我也会很稀奇啊，这大淫妇啊，看起来蛮漂亮的嘛，啊，她不是七头十脚。没有亵渎神的名号，而且你看他穿的第四节啊，
穿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他好像是一个王啊！你看他用的金子、宝石、珍珠的装饰，是不是？神也用这个做装饰，但是只不过神是把它提升到属灵的层面，他讲的是物质上、肉体上的东西。但是问题在他手里拿着的金杯里面所盛的东西，他那个杯子盛的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可憎之物，就是淫乱的污秽。其实杯子里面是盛酒，但是这个酒是世界上的，全部都是装的可憎的东西，是淫乱的污秽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跟主的邪有什么关系？邪就代表生命啊！你会看到他喝醉了圣徒的血。很多圣徒的生命断送在他的手中，连为耶稣做见证的，那就是工人呢、啊？谁为耶稣做见证？连神的工人的血都被他喝光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比那个七头十脚的那个兽还厉害。七头十脚是逼迫，实质上的逼迫，我们可以防。甚至我们只要不怕死就可以胜过这个大淫妇，她是不知不觉，哦，像温水在煮青蛙这样，你血被喝光了都不知道，厉害不厉害？很厉害。所以怎么办呢？18章就只有一个哦，第四节一个办法。天上有圣灵说：“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个城出来，不要在里面了。”赶快跑出来，不是吗？当然，这不是肉体啊，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智啊，要赶快出来，免得跟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宰殃。因为他罪恶滔天呐，他的不义神就想起来了。他公义吗？没有啊。他怎么待人？现在神要怎么待他？哎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所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。然后你写下看哦，他是在荣耀自己的，他怎么荣耀自己，怎么奢华，哎，他叫他照样受痛苦、悲哀，这个都是我们不可以有的，哎，然后他的特征是什么？做买卖，赚钱。现在世界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名利权，这个就是大淫妇的象征。我们今天将会要走这个路线吗？我们信徒是不是也要走这个路线？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世界上打拼吗？如果是，早晚我们的血会被他喝光，喝醉啊，喝醉了，所以，我把用这个来做第一章第一集的结论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看启示录12章，另外那个淫妇是怎么做的？不是淫妇，那个，身披日头的妇人，一般我们叫身披日头的妇人，这是指着教会。好。这个妇人很辛苦啊，她一定要跟龙争战。那龙可以用软的，也可以用硬的。硬的就是借着那个七头十脚的那个树，逼迫教会。那我们可以胜过的，那个看得见，你只要不怕他，怎么胜过呢？11节，弟兄胜过他。是因为羔羊的血，哦，罪得赦免，所做的见证的道，真理的道，还有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就是爱主更深呢、啊。我死也没关系啊，这样他逼迫来了，不用怕，一靠神一定可以胜过。但是那条龙哦，不会就这样就算了，哦，不是吗？
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哈，看第十二节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只是地和海有祸了，就只是世界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，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啊！去干什么？十二、十三节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他就怎么样？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，逼迫，不是吗？哦，逼迫的方法，我们看十五节哈，尤其是逼迫那个妇人生下来的儿女哦。哎，方法是什么？那条蛇在妇人的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。这个更厉害了，这个叫做潮流，世界的潮流或者世界的压力啊，让你没有办法不跟他走，因为他那个像河水啊那么厉害冲过来，就这样。问我怎么办呢？就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十四节，要祷告。有大鹰两个翅膀，这个翅膀就指的圣灵，我们的圣经可以找到根据的。大鹰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，让我们真的能飞起来。飞起来就不踏他的水了嘛，不是吗？能够超越这个世界。飞到旷野去啊，不要在世界上啊，从这当中出来，我就可以躲避那一条蛇，是不是？再过来十六节，人没有办法，我只有求告神，神有办法。所以十六节，地帮助妇人了，让地开口，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，就是祷告里面的，让我们不遇见试探。就是这样，活着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的本分，我都会讲到自己的本分。我们一定要观念正确，立志不爱这个世界，不贪爱。我一定从这个世界出来，因为它是淫妇，它勾引我，像它一样，在神眼中成为一个淫妇。他会大声的宣扬，会好像长的潮流一样吐出水来，让我们身不由己，不是吗？你没办法，世界推着你走啊，大家都这样，我怎么可以不一样？我不一样我会死啊，不是吗？其实刚好相反，我们只有不一样我们才能活。如果我们跟他们都一样，我们一定死定的，我们骗你。教会如果跟世界走一样的方向，一定是灭亡的，不行的，要反向奔跑。这样，由谁做起？从自己做起，从工人自己做起。如果工人走向世界，我看信徒一定会跟着走的。所以我在讲谁？讲我自己。我不是批评别人，自己做起，逆向奔跑，绝对不走这一条路，也绝对不把世界上的名利权拿到教会里面来用。自己做起，那真言那一些问题都解决了。如果这个本不做，光讲真言上的格言是没用的。下一节我们继续来谈后面的格言，你把它提升这个角度上，就会发现，我们一起默祷。